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帮我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，那我们这次要打的是地狱级的《追逐梦想》的甘宁老师。然后，其实大师打这个，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蛮难打的。要解成就的话，要是不解成就，其实是还算可以。然后自己是用，我用墨西拉比较好通关。等一下，好，木箱是用这一对啦，然后龙科是用九风王那一颗。好，因为我没有怀尔，是怀他念怀尔嘛，然后我也没有铁扇，所以我就知道用这一类的队伍解木成就。像我还有两个成就还没解完呢。好，然后洗净的话，这一关就要小心洗了。哇，好像带走了、欸。还有，这个马上带走了，这个应该洗不到了。好，顺利带走。然后这边六 combo 希腊的话就很好解啊，这个没什么难度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这一关就顺便洗技能啊、不要断心啊，断心珠很危险啊。这里就是稍微洗一下就好了。哇！什么时候不天降？这一个天降这么多。好 ，OK， 还可以。好，水灵带走。那我们到了，好，这一关，我想一下，我是有点想洗啊，可怕洗会被打死，很尴尬。今天应该不会带走吧？啊，不会。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件事哦，你只要有累积15颗，不要打太大力，是可以洗的。应该可以再洗一回合吧？好，可以，好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啊，忘记把光珠滤掉。不要，不要带走。这也难，不太会叠珠，你知道吗？想一下，这边应该要先开含羞草。
好，我们来转吧，希望会过了。好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好，每次打斗就觉得好紧张哦。嗯，哦，没有装好，应该可以吧？好像不够力耶。我原本想说要不要开金加反的，好像要开齁，以我这个转租开血回来吗？想一下，一二三四应该可以洗回来。可以吗？算了，不要好了。有没有新租你不开？下一关是不会怎么样。啊，但我不会死啊，只是这样子含羞草又再洗一次了。好，就读读看吧。哦，有新珠，运气真好，跌到了，好过，太棒了，好险好险！两回合不太够力耶。应该不会带走了，应该是不会。好，哦，转这个很紧张。天降这么少，真笑欸。太烂了吧。哇，差一点，五颗木柱油，这样的话应该刷一组就可以过了。好险！这里光好，我们这边开一个蛇妖，
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光跟暗消一消，其实不用啊，因为我会开龙哥绿强化组。好，我们来绿吧，然后这边木珠要叠到五颗。好，先这样，应该也是死不了。哎，好像会死哎。那这样要舍弃印记吗？我觉得舍弃好了。然后舍弃好了，因为你第二血王冠二血的话，你有消到的话，全开。印记再叠一层的倍率，从 1.0 开始 ,1.0 倍率打金加凡含羞草毒龙开下去，应该是会过啦。那我舍弃印记，好，因为我要洗一个技能呢。好，这边是故意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哇，这个好，这边就开龙科，然后绿。好，来了。好，好，这个版面看一下，其实还不错，这个版面不要消光暗就好了。然后水火木可以是可以，可是我怕。这边刚好一个叠珠下来，然后这边水，然后这样，想一下，怎样转比较好？又可以叠印记，从这里吗？啊，这样还叠不到印记耶！我怕我斜转失败，从这边转是最好的，斜转过去。这。对哦，这边好像也哦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因为我怕火没弄到，就GG了。对不起哦，想比较久啊。这样子呢？哎呦，哦。
想想，不然就是有这一颗开始动好了。好，反正木一定有嘛，然后水也有了，插火把火弄出来就好了。哦，哥，完了，我失误了 ，GG 了。GG， 这么好的版面，还有机会啊，可是这样爆发没有了。好，再一次。这应该打不死啊。尴尬啊。水火木不够，哎，很扯哎、欸，我到底在干嘛？要重来吗？不，四连击，消除腐蚀，不然就是。水有水不要消，缺木珠啊！为什么觉得倍率好像变低了？叠珠倍率，龙哥还没跳。没有火珠，为什么不给我火珠？啊，龙哥应该急不完，急不回来了。直接消暗珠，他会回血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啊，反正这一关应该没希望了。啊，不会回血，再撑一次。欸，可以耶，还是有希望的，各位。好，有了。然后金枪法印，金枪法印可以跳，可是毒龙还没跳，有点危险。好了，毒了。
好，按住也太多了吧。你想把按住弄掉，消一下按住好，然后水把按住消掉好了。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、欸，可是再撑一次，毒龙的会比较好吗？要毒毒看吗？毒龙的攻击倍率好像毒龙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好，读读看。好。哎，刚好有，太棒了。这不能转错了，蛇红木，很紧张。够了吧？耶！好险，我还以为我死定了。好啦，其实如果没意外的话，其实刚才那一次应该就可以过了。这队还算蛮稳的，超稳，有含羞草一直开就对了。好啦，哦天啊，好啦，这个木希腊的成就单一成就推荐给大家。那给没有怀尔跟那个铁上的人，这队也是可以过了。好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。喜欢我们的话呢，频道主的话呢，图片可以点，欢迎到粉丝按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